那姑姑也给我吃呀、啊？不行啊，你跟妈妈回家吃好不好？我车子没在动。啊，我们把哥哥他们送上去啊。那送好了吗？等一下就下来了，那你陪我回家好不好？我们在家里自己吃麦当劳好不好？好。好啊，你不来阿公家可以吗？我们到这边来吃。不行啦，阿公没有办法带三个啊。不要。阿公没有办法带你跟杨新瑞跟哥哥啊。阿妈也。阿妈也没办法，你们太吵啦。不要去。不要啦，等一下就回来了，好不好？什么？晚上我们就来这边吃蛋糕，好不好？就是吃麦当劳。没有啊，等一下我们就去买给你吃，好不好？还有我想去麦当劳那边吃麦当劳。那妈妈带，那我们两个自己去，然后哥哥他不要去，然后我们就回家，好不好？我想要吃我，然后我想要过家。没有啊。为什么？因为阿妈没办法，阿公没办法带你们三个人，太吵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们太吵，阿公没办法带。